一分钟鸡尾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百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。我们今天就喝这一款灵感鸡尾酒，它的英文名叫 Inspiration。 那有谁不喜欢这些漂亮香甜可口的水果呢？用水果，用香蕉去代替香蕉利口酒，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呢？我们今天要喝的这款鸡尾酒，它用的材料呢，就是450毫升的榛子利口酒，60毫升的菠萝汁，30毫升的奶油，还有1/3个的香蕉。香蕉利口酒，它的原材料用到的就是香蕉和 whisky。 但很多朋友说，我可能不一定找得到香蕉利口酒，那我们就用香蕉代替它好了。首先呢，把香蕉和奶油放到搅拌器中进行搅拌。再把搅拌好的香蕉奶油倒入摇壶中，再把剩下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入，然后开始摇制。灵感鸡尾酒，这款鸡尾酒呢，酒精浓度呢大概是20%左右。虽然说有菠萝汁的加入，但这款鸡尾酒呢，菠萝汁呢非常的淡，你不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。但是榛子的香味还有香蕉的香甜相融合在一起，充满了口腔，又因为奶油的加入，让这款鸡尾酒呢非常的顺滑。就是这一款 Inspiration 灵感鸡尾酒。我是百丽，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们下一期见。